兄弟们呢，这两天净买鱼了。先看看这个鱼的损耗怎么样。目前看着都挺哇塞的啊，一个挂掉的都没有。我发现啊，最近买鱼运气挺好，每一次收到的鱼都是零损耗。还是老样子，直接过温。今后咱们这个鱼缸也就有鱼养了。我要是不说这个鱼的名字，估计大部分人是认不出来的。它也是一种灯科鱼啊，叫做帝王灯，跟咱们这个鱼缸里面的蓝国王长得差不多，比它更好看。我之前买这种小鲜鱼不都是从上海发货的吗？我这次说从北方买一次，咱们从天津买的，没想到是从山东临沂给我发过来的。好了，袋子泡了半个小时了，咱们开始拆。哎，我拽不开，还是用刀吧。哎，我这个刀也不行啊，我这个刀也不行啊。入缸成功，等着它们长大就行了。咱们新买回来的鱼呢，一般三天不让它吃东西，但是鱼的状态如果特别好，第二天就可以喂了。